1955年4月17号上午10时，印度尼西亚万隆马优兰机场，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伐，缓缓走下飞机。忠实的影像，永远地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新中国外交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亚非会议经过2天的大会以后，分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并进行了小组讨论。这里就是委员会会议的会场。分组讨论在万隆红白旗大厦秘密地进行着，各国的记者们都围聚在会场外面，等待着新闻传出。然而，就在分组会议的第二天，他们却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某个国家的代表突然提出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华社记者彭迪和钱行迅速赶往发布会现场。听说这个西藏总理啊，跑出去要举行记者招待会了，我们赶紧赶去，啊，赶到他那个官邸吧。他这个，居然在这个会上说，要求中国这个解散他们派在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组织，啊，意思就是我们在其他国家搞 DF 活动吧，啊，就这样这样的直接挑衅，更加这个不能容忍的呀，他把台湾问题搬出来了，啊，这跟那个会议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台湾问题还是个未定的问题，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把台湾那个交给联合国去托管4年4、5年再说。这个话，据我估计，大概是美国人的意见。彭迪为什么得出这样的推断呢？原来就在前一天，也就是4月20号。华盛顿方面发布了消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拨款数亿美元来执行他所谓的共同安全计划。艾森豪威尔在咨文中公然说，对世界安全和稳定的眼前的威胁集中在亚洲，现在是加速发展从韩国和日本延伸到中东的自由亚洲的广大弧形地带各国的时候了。华盛顿方面并不讳言，美国总统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日子提出这个咨文，就是为了影响万隆会议。当时是我们是紧张得很的，讲这些话，这个拼命记啊。他这会议完了以后，赶紧回去，这个报告代表团。那时候周总理、乔冠华这些都在。对于有人会把台湾问题拿到万隆会议的桌面上进行讨论，中国代表团早已有所预见。当天下午，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那位代表再次发表了一系列意见。锡兰总理发言强调说，在我们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同时，也反对苏联殖民主义。他还为这个殖民主义称为新时的殖民主义。周总理当即声明，不同于锡兰总理的言论，并提出保留意见。晚上6点多钟，政治委员会当天的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结束了。这时候，各国的代表一个个的离开了，就是万隆的2色大厦第2号会议室，只有周总理和锡兰总理
在散会后很久才从会场一同走了出来。周总理专门找那个西南的总理，有相当长的时间谈那次话。怎么谈的我们不清楚，我们记者不在场。周恩来究竟和那位代表进行了怎样的交流，今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这次谈话的效果却在第二天上午的会议中马上显现出来。到了21号的那天，总理首先发言，表示他不同意席南总理的论述，但是他认为席南总理的意见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席南总理要求凡是拥有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在10年之内给这些殖民地附属国以独立的意见。总理的话刚说完，席南总理便接着说，昨天我的发言呢，只不过是我自己的不同见解，并不想引起论争，也不想使会议进行的不顺利。这等于就是说收回他的意见啊。所以这么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啊，就是周总理跟他在底下一席话就把他说服了，收回去了，这就避免了一场很大的斗争。来出乱不惊，沉着应对，平息了又一场风波。然而在以后两天的会议上，围绕远东形势紧张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就此停止。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继续散布舆论。美国总统发表声明说，希望万隆会议谴责以武力实现国家野心的做法，矛头直指中国。与会各国一直期待着中国代表团对此作出回应。4月23号上午，会场终于传出消息，包括中国、印度、印尼、缅甸、西兰、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在内的8国领导人正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总理着重谈了一下这个朝鲜战争的问题，讲这个朝鲜战争怎么打起来的，中国是什么个态度，中国是怎么样，是非常不愿意参加的。而且到最关键的时候，美国军队要打过三八线向鸭绿江进军的时候，中国特别通过友好的国家，因为我们跟美国没有直接关系，通过友好的国家向美国政府打了招呼，所以如果再打这样进军的话，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啊。把这个话就很直接的这样子，就经过这个友好国家传达到了美国的啊。当时这个在场的尼赫鲁就正视这个问题，他这个信息就是我们印度转给他的，美国确实收到这个信息了。
可是他说的这个星期他还是要打下去，那中国为了自卫当然只好参加啊。所以这个历史事实一摆呀，原来在这些国家都不太了解的，以为中国是多么是有扩张野心了，打到朝鲜去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非分明。所以大家就非常非常非常感动，是建议啊，这个我们总理啊，在大会上关于中美关系发表个意见，稳定世界人心。就是巴基斯坦总理出来的时候，很多记者问上说：“今天有什么消息，总理？”他说：“有大会有好消息，周恩来要发表一个声明。”啊，这记者哇，好像一窝蜂就都回了会上去。周恩来要发表什么样的声明呢？记者们敏感地捕捉到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要总理在这个会上发表个声明的内容是，就是这个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啊，中国人民不愿意同美国打仗啊，这个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坐下来啊，我们愿意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啊，讨论和缓远东的紧张局势的问题啊，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几句话就震动了全世界，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啊，这个关系那是决定相当程度决定这个世界格局的，所以到底如何发展？如果这个两个国家要硬碰硬的话，那就不堪设想，那引起世界大战的，是吧？所以中国这个表态呀，大家就放心了。周恩来主动的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呢，就实际上就开始了中美之间的对话了，应该是中美关系的转变从这里来开始的。周恩来很善于在那个利用那个时机，采取一些行动来影响整个会议，影响这个局面。嗯，这个当时也是人们没有料到的一些事情，而且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新闻。周恩来短短69个字的声明，很快随着电波传遍了世界各地。他不仅粉碎了西方国家利用台湾和远东局势问题干扰亚非会议的阴谋，而且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谋求和平的诚意。在万隆的各国代表团对周总理的声明一致做出了积极的反应，称赞这是一篇符合亚非会议目的的非常好的声明。仅仅3天以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愿意在没有台湾参加和不损害台湾权益的情况下，同中共进行多边和双边会谈。7月，美国政府给周恩来捎来口信，愿意就双方争执的一些实际问题展开大使级会谈。1955年8月1号，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日内瓦正式启动。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在会外也和亚非各国广泛地有了接触。据我的印象啊，在这亚非会议期间呢，周总理为了争取更多的朋友，壮大反帝阵线的力量，周总理不论是在会内，特别是在会外，花了很多的
时间和精力，见缝插针地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亲切的叙谈，友好的会见。中国人民愿意了解和尊重所有的亚非国家，并希望和他们建立友好的关系。总理有些会外的谈话，因为他是这种内部的，是吧？招待客人了，我们记者不能在场了，但我们就躲在那个屋子后面，因为他那个别墅啊也不大，前面是客厅，后面就是这个可以听到的啊，在后面听的啊，那是这总理是这谈笑风生嘛。就在这种气氛下面，很深入的做工作，几乎是一个一个的把这些人都团结过来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说周总理在那里啊，本来是一个被孤立的人物，最后认为大家所热爱的人物，而且有些反对过他的人，很不喜欢他的人，很不喜欢共产党的反共的人，都成了周总理的好朋友。我记得以前那个菲律宾啊，那个外交部长罗穆诺，他当时是在亚非会上是极端的反共，急先锋可以说是，他的发言呢、啊、都是反共，对中国非常不利的。但是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就回忆这个亚非会议，他就不能不承认。是周恩来教育他，是周恩来说服了他，而不是他说服了周恩来。他对周恩来非常佩服。后来有人统计，在万隆短短七天的时间里，周总理一共参加了16次会议，进行了10次会谈，举办了15次招待宴会，而他每天的睡眠时间还不到3个小时。这张照片就是周总理在深夜3点钟会见印尼安达拉通讯社总编辑后留下的合影。周恩来旺盛的精力和天才的外交令人折服，而在印尼华侨的心目中，周总理更是一位来自祖国的亲人。为了组织安排中国代表团的外围保卫和起居生活，印尼的华侨们不仅让出了自家的房屋和汽车，而且专门成立了支持祖国亲人委员会。从起牛奶啊，这个一直到把牛奶送到我们总理和代表团的住处，这个整个的全过程是安全。菜蔬也是如此，去到什么定点的菜采购，然后怎么如何运输，一直到把菜做熟了送上桌面啊，包括若干次的15次的宴会啊，都是要绝对保证饮食的安全啊，也包括水饮水的问题。所以这方面他们做了大量的具体的工作，真是难以想象的。而且那个时候华侨特热情，总理一出来他们自己搞一个摩托车队给总理开道，后来总理通过人去说服他们不要这么搞，这么搞的话就会引起人家的反感，所以不让他们搞了，他们完全是主动的。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印度尼西亚各地生活着200多万中国侨民，周恩来此次万隆之行还肩负着一项与华侨相关的使命，就是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对整个不光是印尼了，整个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就是双重国籍问题，给当地也造成问题，给我们华侨本身也造成问题。大量海外华侨具有双重国籍，引起了很多东南亚国家的猜疑，影响着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不赞成双重国籍，
华侨应该在中国和所在国之间选择一个国籍。中美就利用这个机会啊，以印尼为例吧，解决问题，实际上也解决了其他国家的同样的双重国籍问题。1955年4月22号，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尼政府签署了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在万隆会议上，曾经有代表指责中国企图利用华侨在所在国进行颠覆活动，此种谬论也随着这项条约的签订不攻自破了。几天以后，周总理参加了印尼各地华侨举办的欢迎会。周恩来总理代表代表团感谢大家的欢迎，同时指示华侨要尊重侨居国的法律和社会习惯，要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友好相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的外交斡旋取得了成果。随着会议尾声的临近，29国代表也在经济和文化合作方面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然而，在红白旗大厦2号会议室里，政治委员会的讨论却依然继续着。4月22号，一份9国提案再次使会议陷入了僵局。然后呢，这个土耳其又搞了策划了九个国家搞了一个提案，也是要反对共产主义的，要讨论新殖民主义问题。所以尼赫鲁就发了脾气了。会上尼赫鲁一发脾气以后，别人也不干了，是吧？这是会场争得很厉害，反正你讲你的我讲我的，那个争得很厉害。为了使会议取得进展，缅甸总理吴努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应该以和平共处的5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来指导他们之间的关系。尼赫鲁等大多数代表都支持吴努总理的提案，但是又有少数国家对和平共处一词提出了质疑。很多人反对用和平共处这个词，因为和平共处这个词呢，在英文上是讲是 peaceful coexistence， 这个他是认为呢，这是个共产党的语言，因为过去共产党国家发表的文件上都是这样的，很多人就用这个借口来反对这个东西。这场激烈的争执一直延续到了4月23号，第二天就是大会闭幕的日子，委员会必须在此之前得出一致意见。紧张与疑虑的气氛充斥着会场内外。这天的会议啊，开得最长，也是最紧张。成败与否，就看这一天，啊，许多最后遗留的问题、分歧的问题，最后都要拍板。殖民主义的问题，什么这个和平共处的问题，啊，几项原则的问题，都要定下来。啊，各种意见还是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次会议。聚集在外面的记者们注视着第二号会议室紧闭的大门，里面的讨论何时才能见分晓呢？接近中午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终于开始发言了。他说，亚非会议讨论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制度，而要以和平和发展为基础。他说，
如果要把讨论引导到意识形态上去，是不会有结果的。他说，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发现能够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里面讲的和平相处这个词，好不好？没人可以反对。所以呢，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周恩来以中国人的真诚态度和高超的外交技巧再次平息了各国的争论。1955年4月24号上午，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和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得到了与会各国的一致通过。4月24日，亚非会议举行闭幕大会的日子。闭幕会议首先由会议秘书长宣读亚非会议的最后公报和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亚非会议的公报和宣言宣布殖民主义是应当迅速予以铲除的祸害，在宣言里规定了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精神相一致的发展各国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又一次替愿意和平相处的国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我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总理发表演说。尊贵的代表先生，我们的会议是有成就的。我首先感谢我国哥伦布国家发起这次会议的倡议，感谢主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招待，感谢我们会议的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先生的努力和各国代表们的合作。历时7天的万隆会议终于胜利落幕了。这次里程碑式的会议唤醒了亚非人民的自觉意识，开创了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与合作的先河。从此，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亚非国家开始活跃于国际舞台。10年之后，当周恩来再次来到美丽的万隆，更多的亚非国家都已经摆脱了殖民统治，走上了民族独立的道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从1955年的22个增加到了49个。万隆精神所倡导的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继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